要求派款，哎，是咯，因为行事风格拢黄罗先，哦，或者啥，哦，吃喝玩乐骗嘛，哦，真够骗啦，哦，就是讲或者啥，什么什么空，空头的什么空，什么，我迄一手袂记得要安那去形容，哦，就是讲用骗的啦，拢用骗的吼，拢空手啦，空手落。落去啊，就要骗东骗西安尼啦。王老先就是安尼啊。王老先，咱我这个年龄以上的左右拢看到，较早古早细汉的时候，有足多人做王老对无？王老从啥？王老来卖药啊，讲我嘴烂全全破。哦，这罐吃了都安怎都安怎啦吼？哎，癌都随好去啦吼。一罐3000块，3000块你甲吃嘞，无解，拢无关系。我妈有一届伫公园呢，哦，买一罐什么索吗？哎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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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什么什么的，什么什么粉，你知吧？讲一罐3000块，我伊讲这食糖尿病足好个啦，你糖尿病甲食落一罐食了，糖尿病就好去啊。怎啊3000块，互你求到尾死，欠到尾伤，3000块怎啊甲买落？等下甲厝阮讲，做爱笑讲，你甲食看下，绝对袂好个。食了血糖要是2300，哎，就王老先的作风嘛。讲阿姑，你甲想看，但仍然是王老先。还是送出去王老先啊，啊，伊恍然大悟呢，伊算恍然大悟啊，哦，所以你看台大法律系毕业嘛呢，台大法律系毕业都去学这中国骗个五也要国讲其他一般的民众，哦，所以你要看人这人政治的戏人足够硬，哦，政治斗争做一套，讲个话讲个。和你安尼性格五，白讲到乌，乌讲到白，中国人的作风就是安尼啊。但是等于个想看嘛，拢是空壳的，拢是假。这就王老先生作风嘛。甲即阵要你吼，要你食空骗空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一定爱赶紧觉醒啊。啊，你若要讲去听民进党要觉醒，无可能。民进党讲哎。我即摆若当选的时候，我就要安尼改革，都安尼改革，都安尼改革。哦，咱足相信的，啊边个讲啊遮大声？哦，咱是改革的啦。啊，迄阵我拄2000年的时候，我拄做桃园县的局长，拄做李秀莲遐。啊，当然一定爱斗三工嘛。哦嘛，相信讲，诶、欸，这两个若当选的时候，绝对能改革的。哦，咱咧想啊边个都伫台北市当啊做一挂工课。哦，啊李秀莲伫桃园县嘛做一挂工课咧改革。啊，所以一定会当做代志的嘛。那你想讲八年够做啥代志？定那成？无做半项呢，严格甲检验起来，无做半项的呢，甚至负面的真侪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蔡英文过来，哎，过来讲，哦，我即摆吼，啊，即边选举2015，我来选举，我来赢的先，要创啥？我即下煞感觉无多相信呢。除了讲伊吼切结书，写一个切结书，伊那当好好，现看要倒嘞，讲我那是。当选的时候要做金融345，5点，我若无做的时候，随着恁安尼甲处分，唔是讲家己去自杀，是讲天公打拍雷降雷甲降死，唔是？天公无可能雷，不一定降歹人啊，有当时啊好人啦、啊，咱足侪老实的做田人，伫田里去降死啊，所以古早人的迄个迷信是唔对的。就讲伊应该讲七个字写出来，讲好啊，比讲告诉讲啦，要来爱咱民政府的。人去支持可以来甲咱写一个这个书，伊那当好哦，阿、啊、毛证人咯、哦，咱来去律师事务所写，哦，和律师规个律师来作证，哦，阿、啊、那是当选了，咱个支持了，那当选了，这是今后35点，那无改革，看你要安那家己自我了断了，还是要落台，类似安尼，阿那无吼，我感觉我这票吼、哦，要去当个民进党，我当袂落安尼。各位唔知啦，想我唔知啦。我个人我是感觉断袂落啊。因为啥？伫阿扁时代，也是咱拼死拼活，甲伊斗三工。2000年的时阵，我已经直接讲过啊。那你看伊讲，伊无可能会当选咯。甲2000年的迄个春节的时阵啊，春节迄个左右啊，宋的要比伊较强哦。我甲李秀莲讲，这个春节是关键，咱每一个人一定伫这个春节的时阵袂使放松啊！
爱去各所在去邮票，存折了就随超过这个宋楚瑜啊。但是阮也袂放心啊，存折是二月嘛，三月底以前，我甲这李秀贤讲，一定要请李彦泽出来支持陈李佩哦，啊那无是平赢哦，我都超过5%，只有民调啊变超过宋楚瑜5%，才有可能拍赢这个选战哦。结果伊叫姚时坤去找李彦泽，姚时坤就不要讲话啊。哦，姚时坤嘛不会来手腕啊，李彦泽犹豫不决，犹豫不决。到三月七号，李彦泽都无动作时，我就行动啊，我就行动，我就去找李定辉的上重要的幕僚啊，讲你就爱去请李彦泽出来，啊阿扁也斗三工，阿那无也害，无阿扁也输，阿扁也输，我无可能改革，佮中国我统治落也害了了，无本土政权也害了了。结果谢南华说服了，伊去找李彦泽。3月13去找李彦泽，3月14，伊就出来讲，李彦泽出来讲，伊要支持阿扁啊，呼吁大家拢爱支持阿扁啊，安尼哦。啊，十五迄天，民调，哦，阿扁就超过宋楚瑜5%了呢。十五迄日尾暗的时，我参一个陈教授，去到敦化南路的一个咖啡厅。参 AIT 一个官员，哦，将咱手中所有的民调的资料，甲 AIT 民调的资料做核对，核对的结果，我手中有国民党15万份的这个民调的统计资料，超过5%，AIT 的民调嘛超过5%，所以十六日工透早去啊，县政府，我就去见县长，我讲，哎，陈立佩已经超过宋楚瑜5%以上啊。一定会当选，一定会当选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是认真拍拼，来斗三工，这是2000年哦。2004年，四年中间，李彦泽去中国的媒体，中华民国的媒体，给抹黑、诋毁，甲遮严重。我想2004年，李彦泽绝对不方便出来停辩啊啦。所以，迄当阵拄彰化县咧办迄个2004年的花博。花卉博览会，啊，我就伫彰化县的通衢大道，吼、哦，这个高速公路交流道，隆重创12个看板，用我中央研究院的教授蔡教授的名义支持陈水扁代替李彦泽安尼。南北二路人去看花博，人看了我的看板，你支持陈水扁嘛？这嘛起作用哦，唔是讲无哦，哦，啊，所以真侪人看了嘛。打电话来给我，啊、我拢总十二看板开车70几万啦，70几万，迄种家己掏腰包呢，无人要付咱钱呢，因为咱要讲无看是无可能的嘛，咱家己就咱的能力，当然较拄好啦，因为李廷芳叫我出来选立委，啊，阮太太讲哦，啊，既然要选立委，我100万给你用，哇，100万来，我当然无一概用100万啊，100万来怎啊放到股票内底？哎、欸，股票够起呢，哇，一直起，一直起。啊，都赚70万、70几万，多做遐钱，做遐钱咧，踏在对遐看板去啊！哦，啊，总共一句，咱是真认真啊，拍拼。哦，守护台湾，我嘛是集合起3000人，我的支持者，因这个大陆客甲陆地客安尼，因所弄我的支持者3000人咧守护台湾啦、啊。哎，变干咧带来干失业干咧，但到2005年，我就知影惨啊！2005年，伊内阁改组的时候，拢用遐无路用的人，拢无可能改革的。我来同伊讲安尼，阿扁也无真正要改革啊，嘛无可能改革啊。所以2005年，我来去找中部遐建国党的朋友，讲咱可能爱另外创一个政党哦，来甲国民党对起咯。无阿扁是无希望啊，啊这阿扁若创得无好的时候，民党将来会分崩离析，也无来去哦。哦，我就安尼观察，啊，所以我就起草一个。新党的这个党章，新党的党章，哎、欸，啊，无意我讲，无话故讲，阮内底重要角色讲去做国民党的官啊，我是也想到做懊恼，怎个坑的？我话你是安那，到底讲要做党，你才去再做国民党的官啦？哦，真无坚持啦，要啊，不多啊，好、哦，爱为三顿啊，无过三顿袂，我先有饭通吃啊，理想再我讲啊，哇，安就翘起啊，所以咱这里民政府各位来参观这里民政府。要有一个革新，要有一个革新。
咱就要认真奋斗，吼、哦，不倒下咧嘛，就要认真坚持呢。所以咱即摆伫遮是说，是安讲，咱希望有老中青三代，老一辈、老一辈啊，有爱来，中年代，吼、哦，年轻呢，佮少年呢，大学生拢爱来参加这个组织安尼，咱才有法度吼，继续老中青一直刷落去，一直为咱的目标奋进。不倒下来嘛，就要为咱的目标奋进，安咱才有可能成功呢。卖想讲哦，你一步到位，讲哦靠美国，讲美国吼、哦，真正甲中华民国提早的时吼、哦，咱就已经拢建设真完成呢，无迄个代志。有一天咱来接政权，咱就知讲，咱唔捌组织过政府，咱唔捌家己的国家，咱组织政府起来的时阵，唔是马上就会当讲台湾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呢？唔是呢，这期的玉山周报。李秀莲伫八月七日时去日本看伊个灾区，吼、哦，福岛啦，迄、那个三个所在，伊个灾区，伊讲满目疮痍啊，满目疮痍。去到东京时去问遐东京的政治人物啦，一个参议员佮讲讲，啊，因为吼、哦、自民党执政太久，日本人吼、哦、感觉足危险的啦，啊，所以就选民主党出来。那你想讲民主党都民主党啊，无执政的经验，啊，这个法令规章啊。来，你卡着足侪关卡，这关卡无透开的时吼，所有的救灾物资拢无法度发放落去个只灾民。就是咱捐180亿日票的物件，也拢要去你东京，并无法去个灾区啊。哦，啊，这表示啥？表示政府的效率有问题啊，有问题嘛。哦，啊，咱想讲，一个先进国家的日本政府伫民主党。换政的时阵，都会变到安尼的时候，我都打破这个哦法令规章的关卡。那么有一天，咱啊接手的时候，咱会安怎？所以哦，我看了这篇文章，我不烦恼呢。烦恼讲哇，要是我啊，咱即个虽然讲有来过，有参机会，但是咱啊接手的时候哦，国事如马。国事哪像满呢？哦，透未开，透未开，拢有一挂这个、迄、那个环境挫折的物件，互你透未开。啊，若甲安尼是要安怎？你这个做一个内阁的大臣，一定要相当有智慧去打破这个角啦。安尼，你这个证书才会当顺利的推展啦。所以，咱伫这个所在做这个研习会哦。是干来甲大家报告一个真粗浅的，吼、哦，真粗浅的物件。将来咱真正有一天，咱来接政权的时阵，咱要每一个人，不管伊是内阁的大臣，或者是咱州厅的这厅长，啊是郡守，吼、哦，啊这议会议员啥，拢爱过来再教育啊，拢爱过来读一寡公共行政、公共政策的物件，啊个有关咱法律规章的物件。所以，即使咱马上接手的时候。换是换政务官，事务官是无法度马上个换呀。那么爱尊重现出席的事务官安尼呢？按法度看，才有法度看讲会当无缝接轨，大行拢顺顺利利。啊，咱才有这个咱的秘书长所报告的讲，咱需要4000人啊。咱若要接这个政权，咱需要4000名的这个政务官甲议员啊。哦，啊，我个想，我今日咧。看迄、那个迄篇文章，看日本的这个救灾这个文章啊，我伫想讲，将来啊，咱即将政权的初期啊，3年、5年，甚至5年、10年内底啊，咱的政务官一定换，真爱用换人啊。唔是讲你坐这个位，你就要发挥你的功能，因为你不一定熟悉这个工课啊。所以每一个人一定爱有一个这个官位通做先，对这个工课、这个组织、这个。单位的这个功能啊，要充分的了解，对组织的性质要充分了解，对领导统一嘛要充分了解，才袂甲部部属、甲袂你、甲袂才袂甲你的事务官发生冲突。一旦你也甲发生冲突了吼，事务官我甲你讲真话，你去编发条，你编案头编到尾，案尾编到头，啥无鸟门，啥无鸟门，因为你无内行啊，政务官不一定内行啊，哦，政务官一定对这个问题爱内行爱了解，啊，然后爱。还有事务官对这个法令规章，内底面面甲法令规章有了解，安尼配合起来，这代志才做会顺利啊！哦，啊，像讲我去做局长的时候，啊，我一向拢研究
财政、地方财政的问题。伊所以去我公投在位，哦，啊，法令规章安那合理无合理？哦，问一个事务官就真清楚啊。啊，比批公文足简单嘞。但是咱足侪人，凡是伊毋是足专长的，那毋是地方财政专长去做财政厅长，马上就发生问题啊。所以哦，咱将来哦，希望各位啊，那甲你安排一个好的官职，一定爱就迄个职务内底所牵挨的这功能组织，拢爱看清清楚楚，甚至这相关的法律规章啊，拢爱去做研究。安尼你若上任了，才袂讲发生讲安尼磕磕挨挨，无法度达成你的目标的代志安尼。所以讲到这个所在，实在是真感慨，因为咱台湾人四百年无家己的国家，台湾人四百年从来毋捌家己一个政府，好不容易咱才有一个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咱来好好来珍惜，啊嘛希望每一个人，吼、哦，这个心情爱较紧张嘞，吼、哦，那是接近这点这政权以后，你伫你每一个单位、每一个工作岗位面顶，一定爱足敬业。真敬业，爱不耻下问，唔知都爱去问这事务官，哦，阿妈爱尊重这事务官，阿那不会像阿扁啊，八当扶一个过去啊，扶一个过去的时候，伊的事务官拢公文给你藏起来，你嘛唔知伫倒位，哦，啊你政务官，你看人外交，你要这骄傲无效，我事务官公文给你带到这，给你带掉你唔知啊，哦，估计你啦，这里。在变政党轮替以后，财政部足侪公文拢缀伫处长的桌仔顶，改缀三个月，缀三个月，部长拢毋知啊，伊都伊毋知即个代志啊。所以哦，伊去甲唐辉遐见面讲的时候，唐辉一问他三不知啊，一届无要紧，两届无要紧，三届唐辉就无耐心啊啦，就讲怎么会找这样的一个部人来当我的部长呢？啊，所以东辉落台，伊嘛跟着落台，哦，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伫遮，哦，事务官是咱将来要接掌这个政权内底真重要一部分。当然，伊若是违背咱的规定，咱一定爱来处分；伊若一旦不违定咱的规定，咱一定爱来尊重。这是咱将来一个方针。啊，真紧时间就到这个7:50啊。啊，我就讲到这个所在为止。最后啊，祝大家这个啊平安顺遂啊，身体健康。谢谢，多谢。起立，立正。今日休困10分钟，
名通惜命命，咱的代志。